夜飞行到天边难忘无言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把东西还给我。什么东西啊？我这要牌匾。喝酒了？你把东西还给我。我什么时候拿你家牌匾了？刚才。刚才？嗯。啊？嗯。哎。女儿啊！女儿。没人？我刚才明明听到女儿在说什么最珍贵的东西啊，这旺财啊，你刚才听到我女儿说话了吗？幻听了这是。哎呦呀呀呀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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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年痴呆要来了。哎呀呀呀呀，早点休息早点休息吧。好漂亮啊。哎，好多风筝啊。你喜欢风筝？嗯，你看那只像不像我送你那只？你送我的？嗯，怕你要离开，所以坐着风筝想向你道歉。如痴如初见，看满天的繁星。